紧接着登场的是蔡玉鹏同学，演唱的歌曲是王力宏的《白纸》。评审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如果刚刚前面几位参赛者都是大学部的优等生，你已经是研究所的学生了。好，基本上你已经具有可以去做一个唱片艺人的条件了。特别很少见的，我在许多的学校都曾经示范给同学听，就是那种叫做欲言又止、藕断丝连的唱法，在尾音的时候嘴巴收了，声音还在。你是第一个我听到真的这么做的，我特别注意到你在唱那个爱恋的时候，我没来爱恋的爱恋没有了，他会爱恋。那这个是一般的同学比较难去发挥的技巧，我觉得你做到。其中另外一个转音我也觉得很漂亮，就是想亲你的脸的那个脸，真假音的转换转得非常漂亮，那个地方也不是普通的人可以做得到。到你家门前想亲你的脸，有点胆怯。所以我觉得你基本条件蛮好的，加油。听到你唱歌，我也确定我们在的地方是没有错的，这是一所明星学校，我们在明星学校已经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明星准备发光发热。有时候我们听一个人唱歌，听得出来他很熟练这个歌，但是往往因为他熟练而过分表现，你知道，那就会变成非常矫情的。可是我发现听你唱歌可以说是技巧到位而不腻，恰到好处，所以呢整个音质的呈现呢跟唱功的技巧呢都非常好，让我们听起来就是很感动很动人，所以我们也非常投入在你的歌声之中，恭喜你。我们走了很多的大专院校，很多人因为喜欢某一些歌手，在他拿着那个歌手的歌要去比赛的时候，往往用到第一步就是模仿，学习他的
声音唱功技巧，而你今天的表现让我们找不出这样类似模仿的角度，你用你的声音丰富的声音表情来去诠释这首歌，非常非常的好。没想到你个子小小的，可是唱功了得啊！今天的表现在你的身上可以看得到，非常的棒，谢谢你，恭喜你入围。接着登场的就是郭春明同学，带来的歌曲是蔡小虎的《爱琳最露皮》，看起来相当老实的他，却与现场有着最精彩的互动哦。大家好。首先登场的陈玉希同学唱的歌曲就是陶喆的《流沙》。爱你，爱是你，我一